我是刚关列车长的110年1月28号。那个福州站10点58分所拍摄的是1164开往基隆的U608。U600行圈中。以及我的微笑区间测。8266825微笑圈中。福州站10。我在福州站拍摄的1164开往基隆的 1060 加 1060 8机缘车 1600 行人路，只是有点难过的是他，我讲错，不是开往向，不是基隆三线，是从新竹发车，而168才是基隆三线。好，关闭车门，1164开往基隆的1060加 1060 8机缘600行人车，在福州站关闭车门10。拜拜，我已经洗了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